所以你有带着发片去玩水？我是跟同事一起去，然后带了5天的发片都没有人发现。而且真的佩戴 Domo Hair 去玩水，上山下海，冲浪刺激的东西。对，需不需要把它拆掉，还是说直接佩戴？因为我隔天要玩水嘛，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就去浴室，然后把那个头发拔下来，这样黏黏。哦，加强一下胶皮。YouTube 来了，到了我们 Time to Go 的时间。今天来跟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法友 Jackie 来个下午茶。哎，对，但是你带我来这里是今天想要带你一起来当主人哦。哎，主人可以有什么样的服务？你进去就知道了。好，脚底抹油，赶快 ，Let's go。其实女仆咖啡在很久以前就有了，在我小时候其实就想要来尝试看看了，没想到在我老时候居然可以来到这里。你有来过吗？我之前也没有来过，我纯粹今天是想要来，纯粹想要一起窥究竟。对，可是真的是眼睛会一直这样子，因为相机一直看。哎，我不会，我都看着前面的摄影师。别一直讲女仆了，来看看主人。我最近去了哪里？上山下海。我上个月去沙巴玩，然后都是水上行程比较多。哇，所以你有带着发片去玩水？我是跟同事一起去，然后带了5天的发片都没有人发现。而且真的佩戴 Domo Hair 去玩水，上山下海，冲浪刺激的东西。对，需不需要把它拆掉，还是说直接佩戴？因为我隔天要玩水嘛，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就去浴室，然后把那个头发拔下来，这样黏黏。哦，加强一下胶片。对，然后再戴上去。那睡觉呢？戴着睡。那你同事知道你使用这东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那他跟你同一间？同一间。哦，对，其实这个问题常常会遇到的，对，所以确实是很 safe 的，对，没有问题的，没问题。起来的时候当然头发会很乱，拿那个喷雾，然后把头发喷湿，整理一下吹整，基本上就可以出门。所以还蛮好整理的，蛮好整理的。哎，这个没有谁哦，这是完全是他个人的使用心得。对，因为我已经用很久了，就是已经很习惯了。你用多久了？我用2年多了。现在有几顶发片在做？现在有2顶发片在替换。那有什么样不同吗？一顶是直的，还有一顶是卷的。这里是卷的，微卷吧。那我就是上班的时候会带直的，因为我是房总，然后就是吹一吹，感觉比较正式一点。放假的话就用这种比较休闲的发型。其实 Jackie 是蛮娃娃脸的。你现在多大年纪？我30岁，看起来很像22岁，蛮像28。就是蛮年轻的啦。我之前没头发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像大叔。这个是有染过的吗？没有染，这个是长时间的都在户外自然的褪色。有些同事还跟我讲说，你染这颜色蛮好看的。我说我没有染。你知道发片为什么会褪色吗？我不知道。任何上色的东西都会褪色，比如说衣服、洗酒也会褪色。那所以一段时间它就会有一定的色衰，这很正常。我打算下次换颜色。换颜色可以啊，其实我们这头发都可让可染可挑染都没问题。对，所以这一顶用多久？1年多，状况还蛮好的，全 OK 吧？完全 OK， 而且我觉得这个款的就是更透气。这是哪一款 ？RS。妈呀，跟我的同款。当初怎么会选择这一款？然后弄个额头比较精神。头发都自己整理。对啊。那清洁保养造型都自己来。对啊。多久洗一次？我比较懒惰，我2周才洗。然后自己洗就好了，不用送回门市洗。对，那你几岁开始掉发？差不多19、20岁。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掉？基因吧。我也觉得是基因。对。你有买过什么抗秃的东西？抗秃。除了落差、柔差。就是之前有去生发诊所，还没有严重说一定要你植发，但是可以用打针啊，打一针9万啊，打一针9万 ，PRP， 而且还蛮痛的，我记得那时候打。我是没有打过啊，我没有钱，但是有给他做那个基本的洗头，洗头洗3次5000块，然后后来我就很快就找了 Domo Hair， 老花冤枉钱就是赚到钱，对对对对。那觉得当房仲啊，就是行象这个部分。当然，做业务形象很重要。他讲对了，做业务形象很重要，不止防重。面对客户的时候，你也要有头发，才会有自信，讲话才会有信心。所以你做业务做多久？我也做了快2年了。有什么心得吗？你在做业务上面？因为我去做业务的时候，我就是带着发片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我没有发片，我可能离职了吧。
那你做业务都用什么样的技巧？通常是要去在地的，在地，然后要认识很多住户、管理员啊，或者是婆婆妈妈，很像选举，站在马路发传单、发名片。我觉得做业务其实门面很重要，当然，你要去拜访管理员什么，不能被他打枪。对啊，基本上全世界旅服店通用的魔法词汇稍微不一样。好的，那先把双手献给我喽，握拳，要开始喽。喵喵喵喵，汪汪汪汪，キ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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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ド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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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おいしくなれ、おいしくなれ、もえもえもえ、ジュージュージュー、耶，变好看了，哇，这是一个夏日风的旅服的感觉。蛮特别，蛮可爱的，有有有，嗯，喝起来跟刚刚那个奶酒一样甜。我这个月底要去潜水，带着发片吧，带着发片。OK， 哎、欸，期待哦，去潜四天，去哪边潜？东北角。哎、欸，你算是把这个发片发挥到淋漓尽致的，对啊，上山下海、潜水、游泳。对，那你说你去沙巴，你还有玩什么？我有玩水上摩托车。你知道教练其实都很坏，因为就是你后面的女生抱着她越紧，她觉得骑越快。对对，那她应该早就把你甩掉吧？我们两个人都飞出去，落水之后就是头发都不会掉。水上摩托车的照片，是刚从海边起来的时候。那也还好啊，很帅。发露洗一洗之后，然后吹一吹就恢复原样了。这个是去做多翼伞，那是有船在下面拉。飞得高不高？很高，很高，风也很大，所以没问题，不会掉吗？哦，还有一个是坐快艇，它风超大，然后你旁边的人他也不会露馅。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有啊，同事吗？不是，哎，就是玩那个交友软体。你以前没头发的时候玩交友软体，还是有头发的时候？其实没头发也是可以玩啊，就戴帽子。你的成功几率不高，因为其实我在没有发片之前有两年就是都戴帽子，然后朋友很多，可是找不到女朋友。哎呦，对，来，哇，可以啊，好了，喵喵，哇哇，呼啦呼啦，呼啦呼啦，可以啦可以啦，我已辛苦啦嘞，我已辛苦啦嘞，我哎，我哎，那再一个魔法可以啊，喵喵喵喵喵喵，呼啊呼啊呼啊，哈斗哈斗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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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，重要的来了，红妈咪妹妹好，红妈咪妹妹好，哎，既安详又好吃。刚聊到哪里啊？吃了魔法有没有健忘了？女朋友啊，我换戴了发片之后，哎，没两个月就交女朋友了。没有两个月，没两个月。所以你觉得有发片跟没发片，对于交友上面差很多啊？周边朋友都会觉得，哎，你变帅。然后人家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自信心就会起来。所以我常在讲说，先拿到爱情的入场券，那一张入场券，有些人不懂，那入场券哪里来发给我？入场券就是你的外在形象。女朋友知道你用发片吗？她知道啊。没有分手对不对？没有。什么情况之下你把头发拿下来让你的另外一半知道？灯谜煮成熟饭的时候。OK， 全雷打的时候。她什么时候知道你用发片？什么 moment 你跟她坦白说，哎，我有使用发片？我原本是心里想说让她自己发现，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像很久了，她怎样都没办法发现。是比较迟钝，还是说你戴得太好？不是迟钝，就是真的很没有办法发现。就那一天是怎么发生的？就吃饭，然后我就想跟她讲说，哎，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她说什么事？我说，其实我以前这个头发很少，他就说，真的假的？他说他真的假的，然后你是去植发吗？我说没有，其实我戴发片。哦，他就啊，我有戴发片。我就说对啊，他说他在哪里？我就说在这啊，你看。然后他就开始翻，他说看不出来啊，在哪里？漂亮，对，是真的嘛？对不对？是真的。他说那你脱下来给我看。我说我不要，我包比较重。如果说你的女朋友，你跟她坦诚说她想脱下来给她看，这个时候千万先不要，因为太刺激了。对，你就给她看那个 YouTube 影片，就说大概就是这样。对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我都是戴那个毛帽。哦，所以到现在她也没看过。她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偷偷翻开来看，然后她就说我看过了，我看过了啦，这样啊，反正她也没有什么反应啦。那很正常啊，
对，我们东西也吃了差不多，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 Jacky 跟我们分享。哎 ，Jacky 口才蛮好，分享很多很多他的亲身使用经验，从爱情聊到他的工作，再聊到他的日常，还有最近去沙巴，对，上山下海，通通都来了，还要去潜水。我希望到时候可以分享一些我们潜水的影片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也祝福 Jacky 在工作、事业、爱情 ，Anyway， 一切都越来越顺利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期待 Jacky 潜水回来，好，上岸之后。来跟我们分享，好啊 ，OK， 好啊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这头发蛮黑的。对啊，这是假发。对。看得出来。看不出来。那你看，那你看得出来我们的？我们这也是假发、啊。没有，是真的。啊？你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吗？没有啦，是假的。又吓到人家。是真的耶。很像吗？很像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